店很少犯这种失误吧？哎，我觉得我有时候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穿的会很休闲出门，然后可能会穿就是凉鞋，就是那种细细的凉鞋出门，然后可能没什么打扮，头发没弄，然后戴一个就戴这个眼镜出门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穿个帽 T 就这样，然后我也不会带包包出门，因为就是现在都用手机付嘛，然后我就这样出门，有时候去逛就是一些就是比较小高级一点的百货公司的话，我觉得有时候会被差别待遇，